丞相大人都亲自来迎接啊，看来陛下这次真是给足了马家军面子。马家军的归顺看起来一切正常。啊，马将军，一路远来有劳了，盼望你此次能常驻皇城，本相定会以礼相待。 咱们文武二人相辅相成，共同为陛下效力。啊，丞相，太客气了。哎，动手！马将军，你这是。 一切代价，是要为马城主之死找出真相。你以为我马家军真的能轻信晋王是真凶吗？马方城，你不是上禀陛下，此案由马城主所留的字迹吗？更何况这普天之下，除了敌晋，谁人敢对马家上下动手暗杀？十数年来，晋王多次劝城主投靠。 其爱才之心，绝不会轻易的加害城主。哼！你这下是完蛋了。这样，我们分头行动。你立刻回去禀告主子此事，我如今面圣。这里的每一个人。 都愿为城主而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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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，马家军表示，并非不相信陛下，只是希望陛下能亲临一见，立血书誓言，他们才愿意接受此案乃晋国所为。 好个马家军呐！嗯，竟敢逼着朕发毒誓取信他们。若当真如此，那朕的军威何在？以后是不是朕对谁都要发毒誓啊？报，博王府海蝶求见。 参见陛下。马宅星还在吗？他人呢？博王目前准备带他回城。你去助博王一臂之力，让他务必及时赶回。速去。主子，不好了，马家军不愿轻信凶手是禁军。 现擒下宰相靖翔，逼陛下亲自与其对峙，更兵见陛下，以血书毒誓自清。走，带着郡主，立马出发。